十分钟吧，各位。我重开，我重开机都跑很快、欸。没有说开游戏啊。有没有考虑是绑挖闪地狱电？石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只要感谢挖福就有，袋。挖掘就有机会获三得。格内啊，绑三格内就 OK 啦。有问题。找石英，找石英，石英呢？石英，他需要就还是需要木栅栏，嗯，可恶。石英，这里一二三四，我的游戏我所截取不到，不然我就真的要重开机了。哇？好吧，还是截不到，重开机，波波。拜等一下，重串流。对，我忘记祭典了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白痴哦、喔！不是骂你啊，白痴！我是说我自己。白痴，白痴哦、喔！接的刚刚好乱码蓝腐肉兵的名字，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、啊？追了那么久的台中有机会进前场，不是感谢超级留言。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的乱码腐肉变英文名字啦、啊？恭喜你哦！你可能有他的知识了吧，所以你对，知可是道他叫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做哎、你学了魔法了吧？好、我在刚干好从零分出道，嘛？哦，所以你们还是乱码哦。我不是啊，哦，你们也是是不是？哦，我一直都不是，是哦。我是腐肉的创始者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。神秘。没有，钥匙，我的钥匙在这里。收集，为什么女巫生在哪里？我要去录音。在我家，女巫咯咯可是笑。我不知道她在哪里。延迟好一点，我有觉得延迟好一点点。哈哈哈！啊，你对了。算了，我好像……哦，我知道她在哪里了。啊，你交给你了，我。真是辛苦你了，他从山上跳下来为了砍我，结果他跳到水里面去了。怎么掉地上？刚捡到什么东西？一、二，哎，就多一根，这边插。哎，小，这个吧。他们中文名字是因为他们有装那个啊汉化包，我没有装，我想说现在没有研究模组应该没差，我就没装，不然装的还要等好久哦，感谢雅思的礼物，都要等个快10分钟，太久了，感谢雅思的福袋，经不起等待，我先帮团团量产一下他所要的石英，有了。有的不对，有画面了，早点听我的嘛，真的，听人讲话，好我有好听听，话，不要动不动就好，那么大声，大过年的，这样才有那个气魄啊，气 魄是吧？好你哦，是讲 keep 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也没方块，算了，不点了。小菇哦，菇哦，其实家里还有块一组，我懒得挖，而且是没烧的。就菇跟阿迪特的话，现在在音乐家也有种啊，就还行。已经有人开启种植了，已经有人先帮忙种树了，后人乘凉。用方块放置器挂放地狱石，用玩家模拟器拿工具挖，会不会有活化效果有啊，有，就是可是很浪费，对啊，就是你挂在前面，反正你就只用鹅卵石制造机就好了。好像也有道理，对啊，我试过啦，我那时候就只是刚好补岩浆的方块，然后敲掉，马上给我活化石英碎片，喷两个。
刚才臭僵尸把我村民灭过一趟又一趟，灭过一轮吗？对啊，灭过一轮。你们有把听课工具丢到岩浆里过吗？嗯，没有。不听说烧不坏吗？听说不会烧掉，对吧、啊？嗯，它只会被时间冲淡掉。嗯，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嗯，还可以冲淡你的听课工具，跟感情一样。好恐怖哦！不要说你放不下，只是你拿的不够久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拿着一个东西，你拿久了还是会手酸啊，会想放下它。对啊，对啊，时间还没到而已。要说这段感情，你付出多少，放不下它，久了你就放了。对呀、啊，久了你就放下了。怎么凋零？久了就放了。凋零，凋零怎样？凋零怎么了？凋零呢？对啊，他说凋零什么？嗯，这是丝绸之处垂。还有一个老师就是说，你说你这段感情让你很痛，我说对啊，那你才更应该放得下。他说放不下，来，你拿这个水壶，然后100度烧开的水壶，你看你会不会痛？我说会啊，白痴啊，那你放得下吗？会啊，好痛啊！老师比喻的很好，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，痛死啦！死因是1:几啊？看一下，1:几？我以为叫他1:丫丫，1:丫丫，1:丫。7:12，也就是两倍的数量喽。走开啦！其实这个模组的地狱，对于要挖石英砖的人来说，非常的友善。对啊，因为他只要那个什么蜂巢旁边。这什么地狱蜂巢旁边就都有，都是石英砖、嗯。对啊，嗯，好了，我可以开始下一步了。今年大家要友善的对待猪猪，友善的对待猪猪，因为今年是猪年。嗯，有啊，他开春第一天就被我吓了。这个不种满吗？因为还不知道大家需求是什么啊。如果种满其中一个东西的话，大家最后都不需要，浪就浪费了，然后全部拆掉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没有种满啊。一个不是就要4个活力碎片吗？是啊。哦，所以你这是用活力碎片种出来？他那些都要活力碎片，所以才会很缺。嗯。原来如此，300多个。欸、对啊，我没有防具，我只有史莱姆鞋而已，还没做。够了，防摔。嗯，中介还没去哎、欸，之后会找时间大家去讨伐中介龙，就可以去看中介长怎样了、啊。差不多要准备看什么时候了，然后一定要赶快。打中介之前，我起码要会几个法术去玩一下，好想你好想你这样会比较好玩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新年快乐，安安。感谢牛奶帕克续订。不过在进去之前，感觉地图要先备份。新年快乐，我也觉得要先备份一下。为什么？怕进去直接崩溃啊。对啊，之前有遇过，就是进中介之后，这个整张地图坏掉，有这么崩溃啊？对啊，这么多次崩溃又坏掉了。他不是会定期备份吗？有啊，交作为啊。对，就是我只要从那边下载资料出来啊。嗯哼，哎呀，危险啊！音乐，嗨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一个林业的很孤单，在发情，发情，好、哦。不，我们第一次打的中介应该是一般的吧？还有分、哦、应该不会是一般的，就是马上就是强的吧？普通的啊，还会有分哦。嗯、有没有不知道他有没有装这个模组啦，不知道。一开始应该是一般的啦，希望。因为我之前玩过有一个中介龙是强到真的是被碾压，之前、啊、很久以前、嗯，
你是说污染地那张吧？是污染地吗？我有点忘记是不是污染地那张，就反正就真的是强到爆炸，就是我们打了要死要活，他的血只是扣了大概1/100而已。我记得是污染的那张，对啊，就是很强。B team 的好像是崩溃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哦 ，B team 是直接崩溃，是不是？我忘记了，是吗？我也忘了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这样我的寻常风后没了、嗯，有可能是中介红龙，不知道。中介红龙，可能一条鱼的名字啊。红龙是条鱼，红龙对啊。不知道有没有啊？还不好吃呢。商务，等一下，这样子我的寻常封号就没了。我的寻常封号呢 ？QQ， 这样我不就要重新养寻常封号？哦，对。唉，然后我真的要中彩纸包了。正在中彩纸包时间。寻常封号需要森林加草原。草原加冷冻，草原加冷冻。哎，我的寻常封号啊！我的寻常封号啊！封号啊！没啦，要重养、啊。这只是很难拿吗？那一只就是要突变才有啊！那为什么它会不见啦？被吃掉了吗？因为养蜜蜂就是这样啊，它会繁殖下一代啊，但是它下一代不一定是你要的啊。哇，是一个几率游戏啊，跟抽卡一样的。没有，那是配种。是啊，你要一直在配种啊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啊。嗯，太麻烦，就跟爱情一样。不一样不一样一样吧，等一下一样为什么一样，哪里一样，你说说看啦、啊、看你怎么掰。来啊，是不是要配种？是公傻没事冷冬风。对啊，我这个其实带这个只是滞留在空中，其实是站着，不算是飞、嗯、对啊，我的草原也没了，我等一下还去找草原蜜蜂。我回去看一下我的活力碎片有几个。活力碎片直接掉你身上吧？它会直接在你身上哦，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不会吧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也太衰了吧？掉吗？那不好掉啊！看一下，那本来就不好掉啊。哎、欸，才一个哦，白痴哎、欸，好少哦。正常啊，要十五个哦。所以这才是我们的货币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你知道那时候我看到我的箱子不见，我的包包不见，我包包里面全都是活力碎片，我整个伤心死了。哇！对，还好有救回来，我放在中介包包里。对，我都快把音乐的锤子挖坏了，剩一半。你可以拿铁锈啊，它是便宜的、啊。嗯嗯，铁的话，这里我量产很多了，3000多个元素。嗯。嗯，他们说隐约你不小心用到混种封后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他们讲的。阿仔，纯种、混血种啊、哦，这是混血种。这草原的没关系啊，草原的直接拿得到了。哎呀，不是说不盖家吗？这不是家，他没有屋檐。他搞不好有，你知道云月在养蜜蜂，我在养村民吗？我也在配种哎、欸。我在盖蜂巢。没看过人口贩子吗？这个模，哎笑，他可以用这个基因控制哦，可是知道怎么控制啊？知道怎么控制啊？我没玩过。基因提取器，变种。这样子啊，能量模块，工业蜂箱，就算真的盖，这也算是仓库好吗？不算家。蜜蜂插草，他们就这么不想要你盖家？嗯，
不是，应该就是说啊，不是坚持不盖街啊，啊你怎么盖的？啊，不是不要盖。对啊，大家最喜欢这样子、啊。这是什么？然后大家好，我是范国。现在不是、啊，你怎么会扯到他、啊？哎、欸，他也很会吃哎、欸。是哦，嗯，那时候就我们是吃早午餐，他就盯着我的香肠，哎、欸，我是说早餐的香肠，香肠，他就盯着我的香肠，就说你的香肠，哎、欸，你恒心，你有要吃吗？我说哦，你饿的话你先吃啊，哦，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给他吃了吗？有啊，给他，我给他吃我的香肠，怎样？哦，哦好，他还说很好吃、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他说好吃哦。好吃哦！哦，所以是他的那个情况是他的已经吃完了，这样他的还没来。哦，然后等不过等他来的时候，他也吃很快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好猛、哦！太猛了吧！猛啊！然后换着是我肚子饿，因为那个香肠被吃掉了，吃不饱了。哇！那个早午餐搞不好就只有那个香肠有补那个饱足感。哎、欸，你们聊天室听到这个怎么那么兴奋啊？你们真的是他們很开心啊！你们真的是很开心哎、欸！啊，你没事哦，主要用想开车，主要用变种哪个诱变器吗？什么肉？哈？哈？诱变器，哦哦，怎么了？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听错，听得很敏感，听到有点怪怪的东西。对，刚刚才聊完吃香肠，就讲一个诱变器，怪怪的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讲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没有，我们也听不懂，我们也听不懂，我们也不太懂啊。我刚听不清楚，那你们怎么讲的这么开心？因为听不清楚。对，人对于不清楚的事物都会显得非常的新奇。就是想要听清楚、欸、是吧？没有错、啊，所以我们听清楚了，就哦，好，没事。哦，原来只是刚是什么器？诱变器。诱变器，对。诱变器。好了，我们来正式让他们入住了。那我需不需要做这个、啊、工业风箱？感觉我要很多青铜好。哎呦，青铜不是有做吗？够了。有铜跟锡啊，我可以直接配出青铜啊！真的，哎、欸，你们平常都这么会发车的吗？我吗？还是个聊天室？没有你们啊！哦，就拜托，我还好哎、欸，哦，我自己是还好，还好，你只是不小心就发火，嗯。发火了，没有，有时候就是不经意的时候，你不是车，你到某些东西的话，就快就开车了，这样。你是火哎、欸，天哪，真火哦！珍惜生命，远离司机，不用怕啦。对啊，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，我就是最危险的那个啊。我会贴着而已，我会逼车，在你旁边逼车。住这里，等到他们挖的要死要活，只有两个哎、欸。嗯，看一下德鲁伊，你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挖到这么多啊？就一直挖，就挖，一直挖，大概你挖挖修了两次吧，嗯，就有十个左右了。我现在一个快爆哎、欸，才两个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运气问题咯，真的运气有点衰啊、嗯。还想抽卡？对呀，我真的是抽卡很飞啦，我是不可否认。繁星会火吃，繁星又长啊？什么？没有，是他自己，他自己拿香肠吃，不是我喂他吃，这样可以吗？他们一听到开始在想啊，对啊，在乱想、啊。他们直接，他是直接之后吧，直接就拿起来吃了。我也没拒绝啊，我就让他吃啦、啊。我说好，可以啊。完不然不行，人家说不行，这是我的。这也是蛮神奇。诱变机吗？嗯，我应该是要做这个吧，
做这一个，这个需要模板，玻璃片，黄金、红石跟玻璃片。如果我们开的是通往幼稚园的车，你们怎么可能会想要跟呢？幼稚园的车，哎、欸，走啊，娃娃车，全速的前进，娃娃车啊，走啊，我开娃娃车啊，走啊，娃娃车是最危险的呢。对啊，危险到爆炸！哎、欸，可是以前觉得很好玩哎，就是坐那个很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嗯，是这个，牛是什么？气功，是洗电，我需要洗电。旁边要做一个合成，另外一个合成台。嗯 ，OK， 不要香烟片是什么？圣贤阿恒，阿恒，阿恒，哦，恒，对啊，圣贤可以用地狱疙瘩买绿宝石，有没有很赚？感觉那个好几个都好赚哦，超赚啊！才说模组的 NPC 是不是都是佛心的啊？太佛了吧！这样。然后做这个，这个需要先做一些青铜齿轮，四个青铜齿轮，有几个模板啊？又是鱼油，你鱼油还在嘴巴里面哦。你从昨天鱼到现在，太惨了吧？你从昨天到现在，昨天吃到现在，你也吃太久了吧？对啊，有点猛哎、欸！听到敲门声，赶快去！哎、欸，不，不能开门，赶快不能开门，锁起来。为什么？现在听到敲门声，赶快锁起来。过年兽吗？年兽会来吗？还是虎姑婆会来？不是，等我等一下你就被带走了。好。刚开完车，你乱开门会出事啊。哦。然后行驶的车上你还乱开门。对啊，赶快锁好啊！等下车门被后面的人撞翻。我觉得我之后再来帮，再继续挖开车吗？好了。哦，我要先去盖东西了。嗯，可以先去拿，已经有一些存货了。嗯，音乐家可以先贷款一些。哦，等下等，臭鸡，臭鸡。我要先回我家。我多做几个。哎、欸，锤子要还啊！啊，没有，等我要回家，然后用传送门，用那个不是传送门，那个什么石碑。哦，好，传送石碑传比较快。那地狱门走好远、啊，十一加什么？啊！结合羊毛，结合羊毛，有了。这空气视频其实真的是要用再带就好，不然有点恼人。真的？隐约你说暂时飞行的东西是什么？不要跟他讲。就拜托跟我说，它叫做饰品。你搜寻饰品就找得到了。空气饰品。空气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可是你没有装翻译包，不知道什么名字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所以我跟他讲了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哎呀，感谢饰品。欸、我还可是我锤子还没，你等一下会有要用吗？我想说，我等一下盖到差不多。他很久没去挖矿了。嗯，对，我现在都用重的。好吧，那我之后再帮你去挖。那就先放我这啦。好啊。石英。是 Batania 的吗？还是？他是 Batania 吗？我看看。不用啊。石英。他很好做、啊。他是 CYC 的。CYC。中二眼罩，中二眼罩。哎呀，这个花花好恶心哦、哎！掉东西出来了，什么东西掉东西出来？花花，什么花花？中介的奇怪的东西。你知道那就是你，就是你们订购的东西，就是那些花吗？中介的花长得很恶哎、欸。短短你的已经有一些了。哪里啊？在这里，最旁边这一个。是羽翼饰品吗？魔法降落伞。哦。啊！你可以全部拿走，感谢。然后你看一下他怎么合吧，看一下，是要九乘九。哦，我找到了，骨块、疙瘩、钻石铁。
是叫卡的吗？伺服器 waiting for 卡 waiting for server 卡哦 Sega Sega 这里一二三钻石，他其实给蛮多的，我会不会等下爆仓啊？啊，爆仓！你也爆仓了吗？五块，他一次给十二个。高级诱变器吗？这个吗？要升级哦，好，等一下再升级。铁疙瘩，我先做基础版本。三个。三个，一二三，接下来是一二三个青铜齿轮加上活塞，找吃的先去吧。青铜齿轮需要几个青铜齿轮啊？四个，好像直接把这门堵起来就好了哈。嗯，对呀，你为什么不把它堵起来？先随便放暗中 好酷哦！哦，好好好，我不知道那个功能。再不听我们讲话，好好听话。好啦，吓到了。就做两个活塞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门关起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。感觉反正这样跳进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这样跳进来就好了？因为我想说，要放地刺吗？还是不用放？如果你有防止他跑进去的东西，就不用放了吧？对啊，是有防啊。哦，好高哦！塞完成，接下来是青铜齿轮要四个。青铜齿轮要四个。哈哈，怕是怕僵尸会从上面空降下来。空降嘛，你就盖屋顶嘛。就是屋顶啊，啊，屋顶有个洞。哦，好。那你就那个洞塞一个玻璃嘛，避免僵尸掉下去啊。啊，没了。开挖喽。这样，四个青铜齿轮，然后什么红石、黄金都可以做了。好。对啊，好，算了，反正甘蔗多，去团长家偷一偷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这边很多。啊、怎么玩呢？我看一下。是光明正大的拿，不用说偷。白天叫做拿，好，晚上叫做偷拿。偷拿，他能够做什么？音乐很大声吗？音乐很大声，谁的？什么音乐？我的。你为什么要放很大声？讲话越讲越小声，因为刚刚没有。因为我们在思考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变小声。对，我讲话也会有点 murmur 这样。哎、欸，在思考的时候就想，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怎么做？那个东西怎么做？然后 就越来越小声，觉得越来越小声、嗯。对，我不掉，我突然缺煤炭嘞、欸，金营还集中营，大概繁殖场。煤炭这里很多啊。去那边啊。我想要做很多的煤金块。煤金，你去我的钻石箱找一下煤炭原矿。钻石箱，找一下煤炭原矿，应该有蛮多的吧？哦，自己能挖多少，就是看你自己的命，你的运气。哦，我拿一组就好。好，小僵尸会咬到？不会啊。我栅栏中间还有放一格宽的方块啊，这边怎么样？你教我。找找找，
五颗了，今天感觉没办法做装饰，有没有以为今天有办法改到装饰？你就先把外表做完了，我只能对，我只能先把外表改完。我应该十点吧，我一样开到十点。我应该是开十一，嗯，不知道会开到几点，总之就会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哎，要开，一直开，开到隔天。昨天就不小心开到十二点了，好晚啊，真猛！一个不小心就加班了，讲真的。哇，这经验值真的是多到跟细菌一样，一直在跟我跑。细菌，细菌。降光的玻璃叫做通透玻璃，完全透明，只有边框的。需要再两个活塞，再两个活塞，这个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活塞的话需要石头。挖完了。嗯，我的手杖没了吗？我在想要不要做不灭手杖、欸、